平息。找机会去三度啊经偷摕我的车钥匙，再去我的车内，把原料桶调包。我若是讲无，你敢会相信？所以真正是你做的。这讲来讲去，拢系怪你啊！若是你较早甲林子宏切好灯，伊即马阁会只花花喜喜继续卖伊的面膜。你敢知影你即马是咧搞啥？子宏为着这个面膜，用尽伊全部心力，结果你因为你一个不欢喜，你就把伊所有付出全部拢放水流，你阁害伊败规身躯的债务。所以，你到今嘛，搁来唔甘意？唔管我甲子宏的关系安怎，你都无应该安尼做。你敢知你安尼家必死的？好啊，安尼你去家坦白啊，坦白讲你是清白，讲你的不在场证明是因为甲我去泡汤，去讲啊，你敢讲会出嘴？所以你即马总算承认，这拢是你设嘅陷阱。你嘅目的就是要拆穿我甲子彤。对，我就是要不掉这么多，拆穿你甲林子彤啊！哎，我今天得到完整嘅你啊！你竟然安尼陷害我，你乃真了无耻啊！我这么爱你，不管安怎，我都要得到你啦！若是有人敢做我的挡路石，我就会想尽办法该搬开。你若是敢抵挡着我厝内底的人，我就用我这条命跟你拼！好啊，你就敢抵死啊！不定就是阿西啊，我咪要跟你做伙啊！因拢为你做到这程度，你竟然敢对伊动手，所以这件代志你无负着啊！无采我看伊影影介意，我才会无惜代价去成全这份感情。结果你所唔知影好歹，摕着好处我安尼对待伊，根本无这个价值。点去啊？开王是唔是有价值？我告你主神啊！所以你一开始超过伊接近子头，骗伊什么信用卡业配、创业投资，这全部拢是你乌卡的子通条，对不？会当好啊，开这么多心思，你应该感到荣幸，不是残留这么呢？你这个笨手！呀！你较冷静好无？你无看到廖凯宏规个人气啊，讲啊！等伊气怪较冷静的时阵，我会豆豆开炮给伊听，分析利害关系，让伊知影。我保证，到时阵伊绝对会投降的。更重要的是，就是惊我甲艾弗利做得到嘛！我是无伫个你的心上，看到你就相反的热情。啊，不过一点啊，我所伫个真少心上看到啊。阿伯，即马我有问正了，杜平伊即马对艾弗利这个品牌调性观察，看伊会当有啥物建议。我计，你着当你的命，做你个无要紧。
吴小姐，小弟要讲的话吼，你得凊彩听听啦，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啊想法尔，不是介重要。啊，我若真正是这个品牌的主要负责人哦，我会想讲头一个任务应该是要把这个经典又够有故事的洛氏伊的品牌价值发扬光大。我相信啊，这个旁边啊，若是有偏过的人，一定会足介意的。啊，而且到今嘛吼，一直足怀念的。就参像我真有可能嘛是这款人哦。啊，所以我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讲哦，我说品牌若是一心一意跟他想要对流行，安尼唔来辛苦，而且真紧嘛去予市场淘汰啦。有听到无啊？今日有这活动，讲到 Rose 死，我当充满感情。啊，那你嘞？伊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这啥没晓啊？伊根本吼就是顺你阿姨在讲话啦。你这讲的，真正心机有够重的。林小姐。讲袂赢人，对人入心攻击，一个查某囡仔嘴这么歹，你到底是甲什么人误会啊？阿公，我真是你的查某孙呢，你为着一个某关系外人拍我，为着我唔快，我今日为着讲我吃，有伊就无我，你家己算清楚。公啊，你阁会当交男朋友？今麦甲阮爸妈袂甲玲珑色，我绝对毋是要甲你抢爸母啦，请你卖对我遮尼白的。我拜托你，把阮万家煞。那安尼，我到时阵我一定烧香拜拜，送走你这身姑娘身体噶。你吼、真正是足高明的啦，请问有罗家峰？你若是靠伊吼，就当倒咧谈啦，三四人拢食袂了啦。今日就算是要饲一只狗，也是一只猫啊，嘛有认养手续啊，嘛爱知影认养家庭是毋是有合格啊？这你着急，着甲吴金玉送过来哦。偷偷认客爸客母，啊，你毋是这才是啥？吴金玉。人家都说这样啊，什么饲猫饲狗，用这种态度跟时代说话，无怪不该的人听你不入心。你真正好好反省你自己。我从来都唔捌看过你对一个人会伫这么短的时间内底，你会对伊这么亲。当初你出车祸的时阵，我大尴尬，我想要找妈妈，结果你回来。你所有一段足长的时间，你拢对我真冷淡。你敢不知我迄时阵，我有偌受伤，我有偌失望。我是你亲生的呢，啊，不过伊呢，伊甲你才熟识无几工，你都爱伊跟我同款，倒一个查囡你受会着？陆家无把我当作情人，即马连你拢要逼我去接受一个外人。我跟伊真正无遐巴肚，我真正无办法。爹，我迄天去山顶，我就跟伊发生关系啊！大姐呀，你现在不是看嘞？我跟你讲，我不准你跟伊见面。你若是搁敢跟伊见面，那呢，我就让伊连车都无法度驶，甚至我会叫人甲伊毁掉。我只看你要来，你袂得安尼。大小姐，你安尼做，尹小姐只会愈反抗你。你搁敢讲？你有看到无？这就是伊家斗三江的后果。伊即马规个人规个想杀乎伊啊！伊讲不要紧的，我哪有你这么憨的糟囝？我不是憨，我刚才是想要争取家己的爱情。你的爱情根本都无值钱。自即马开始，我袂阁回钱予你，而且
我也会把你户头拢冻结，让你无钱通好用。死到廖开福的恨猪外形，到时阵伊若真正会成，迄才有鬼。我今嘛就是让你看。你放手！你给我放开！你到底是做啥？给放手！咦，放手啦！我伤害到你。